喝一口。Aaron， 你跟妈妈说，你昨天你跟爸爸一起做那个巧克力的 brownie， 有需要什么材料？蒸蛋。还有呢？面粉吗？对。那有糖吗？还有。baking soda。baking soda。什么盐？啊！我忘了加花粉。这边不用加 baking soda 就有花粉的效果。哇 ，Aaron， 你整个嘴巴都是咖啡色的，因为你吃什么？还没有 walnut， 有没有核桃？有没有压核桃？核桃怎么压？爸爸，是用擀面棍吗？掉下去了。核桃怎么压？压出来了，一堆核桃。掉到底下去了。Aaron， 好了，吃面包，面包吃掉，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要幸福的，让福的。哇，好，巧克力是不是好好吃？好吃吗？你们把核桃吃干净。嗯。我把它切下去。这切，你切切看。你切切看。Aaron， 你下次还想跟妈妈一起做什么？下次还想做什么？爸爸，我想要，我想三明治。可以。三明治这样子哦，好，就对夹起来，你要变三明治啊、哦。好的，不是6608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自己记得就好，你不用告诉别人。我是那个。我是把大蒜、什么的都炒进去。